原来你先较冷静哦，你听我讲，即马即个时阵，咱就要较定着的。你相信我，绝袂一定有办法救你。对啦，我嘛想办法甲你斗相共，一定有办法会当解救的。我知啦，我会先冷静落来，啊，所落来我免哪做。你之前有甲讲，罗再兴伊招无来百个。 叫你帮助陈文瑶纾困黑市的代志，有啊，我之前嘛有甲客户报告过啊，黑市的资金，嘛有伫 AAP 的基金内面啊，啊，听讲你的这投资成绩袂歹啊，咱就将计就计，拍一个红军给伊搞，咱趁着万金桥要去验你的 DNA， 你想办法甲因拖掉，客户都趁这时间发动突击。 甲因拍个无一块好，无因无害处理的。哦，K妹，我知。最好，敢会当让罗在兴、吴三集团、电信部受重伤，都看一摆啊！你好好表现，K妹对你有信心。 家峰啊，你是咧乌白想啥啦？这位是来找阮的啦。 雅姐，你讲对无？对啦，哥，是我身体无爽快，所以大家来陪我。啊，拄好阿嫂打电话找文瑶，所以阮就请阿嫂做伙过来。雅姐，你真无心呢，来，你先坐下休困。 那这单，这单是啥？是啥物做亲子鉴定？要做亲子鉴定的人，是你。我当然嘛知影，你免怀疑这囡仔是别人的，你是伫怀疑我。 就因为你跟我无尊重你，所以你就怀疑我唔是罗家峰。今日，拄则咱两个人情愫淡薄激动，你送我一个嘴巴，我无小心流皮啊！你趁这个机会，要来用我 DNA， 会安尼做。 当然嘛是怀疑，金玉，你敢知影？你是我心目中上爱的人，你嘛是我想要牵你的手，牵我老的人。你敢知影你怀疑我，我足伤心的。你哪会当安尼想？你哪会当安尼怀疑我？金玉，你想哪变安尼想啊？我怎么？怎么你个冷静的啦？金玉有心的，你还想着宝宝啊？ 伊拢会怀疑伊巴肚内的宝宝，伊爸爸毋是我，伊敢毋过要紧的囡仔？要要这个别项代志，拢袂要紧哦。要毋过你绝对袂用这个一点。这个宝宝是我甲家峰毋忙过，你才忙回来的囡仔，是天公伯送给阮的礼物，甲祝福。 也是我甲家峰两个人互相相爱的证明。这囡仔是我的一切，比我的性命更加重要。我哪有可能怀疑伊无爱伊？家峰，家峰，家峰，一直叫家峰，家峰，这边肯定是林头前，你到底叫啥？你一直怀疑我，你一直怀疑我，不是你的罗家峰。 你啰啰当讲到一大片，家家间会当解释，一张签诗，还佫有小太阳涂鸦的代志。那呢，我请问你，疗养院内底迄个人呢？
你现在在讲啥？廖永仪不是我跟你去的吗？因为无得解除金玉心中的疑问，所以金玉请雅琪和志豪和廖永仪一辈。金玉想要知影，因为相随靠中一个朋友是啥？我既然发现有一个人跟你生作一模一样的罗家，伊是伫咧讲啥？珊珊不是讲有顺利甲罗家峰刷去无金玉看到的所在，敢讲是倒位出错啊？你是在讲啥？什么一模一样的罗家峰？是啊，林亚平有交锋过。这就是阮一直要查出的真相。我害你去刘永义的监视系统里底，发现一个跟你生做同款的人。我也是怀疑讲，这是杨香水想要暗藏的秘密啦。杨香水的心肝遐尼良多，阮惊讲伊要害你。啊，这关系到你的安危呢。啊，要知影真相，所有的线索都袂当放过啊。刚才监视器无拍到珊珊的脸，那么这届连珊珊的任务拢会失败。所以你认为我是假罗家峰？影片内底这个人才是真正罗家峰是？哎呀，我唔是怀疑你，我是想要知影真相尔啊！啊，这个昏迷的人有可能是假的啊！爸，你敢知你今麦在讲啥？金玉今麦有心啊，伊较敏感，会起怀疑，我会当体谅。啊，不过你呢？我是你的囝呢，我伫美国读册时阵，除了无咧新古币以外，剩落来三十几年，我拢伫咧新古币，从来拢毋捌离开过。我你敢袂认呢？你奈唔相信我？我知我伫咧心目中唔是完美的罗家峰，嘛因为违约的代志，我令大家失望啊！我伫阿总讲，你遐尼听我。那就是你爱我的表现，结果不是安尼。阿母，你那里去康庆，你会跟因做伙相信因？我不是真正罗家峰。爸有爸的顾虑。你是在顾虑啥？你敢若想讲我这好像是无路用，永远都是扶不起阿斗。你是在胡白讲啥啦？公，爸绝对无可能安尼想的。你来人讲出一款话来伤爸的心嘛？我的心敢不是爸做的，我嘛是受伤的。也是爸爸已经习惯了，我压力，所以当作讲，我的心是提怕的。罗家峰啊，想到悲哀呢。我到这个会所啊，才知影，家己爸爸对你不是真心的，家己爸爸希望还有一个新的后生。罗家峰啊，悲哀哦，你想到可怜的呢。家母，爸爸那有没什么新的好事呢？啊，是的，我是的，爸爸不应该怀疑。哦，阿伯阿奶啦，今仔日的代志哦，咱就当作没发生哦。爸，安怎？你到今麦还是坚持？我不是我，
歹势，罗先生，你的检体毋是真完整，可能需要你重新采样一遍。唔免啦，我要取消检验啊。爸，既然我人已到这，心毛恁想着啊。为了替我家己讨一个公道的，要验都验到底。等结果出来了，才会当还我一个清白。若无证明，无可能相信我讲的话。家峰啊，你唔免勉强你家己啦。卡斯讲这个检验报告会当解除你心内对我的怀疑，这个物料我愿意吞下去。客伯，这次你一定要够力啊！家风啊，你真正是家风啦！你真正是我的宝贝，还是家风啦？你看，安德当放心吗？这不是我愿望的结果，这是我想确定的结果。我感觉真好，就是相公亲情无价，爱情是神圣的。我既然需要靠这基因的数字开了这气力去证明我就是罗家峰，我是你罗家英的后生，我是万金玉上爱的翁婿，咱敢有法度去弥补咱两人之间的感情造成的伤害？你敢有法度参照之前同款，无条件爱我、信任我？小雨，你真正是料事如神啊！刚才你有叫我随时注意美国那边的消息。结果差不多暗时三点那边吧，美国那边就宣布不像是同时公布人均 GDP 下降，遇到硬着陆效应，造成股汇市的崩盘，直接冲击虚拟货币的价格。陈阳，你有看 AAP 的资金提出来无？当然嘛有，我做代志你放心啦，无你了就一身钱。啊，你做了真好。啊，文瑶啊。哎，六百亿要周转的资金哦，你有摕到无？啊，陈英，所以你的意思是讲 A P 基金大崩盘？是啊 ，A P 已经转型成投资加密货币啊。安总，你嘛要注意这支基金啊？当然嘛有啊。啊，我有迄间来找我，跟我讲，百总来六百亿。叫我全部拢投入去 AAP 基金内面啦！啊，哎，文瑶，啊，你都无搞提醒，爱跳出来哈？六百亿呢？啊，你唔能拢打死啊！哎，你是唔跳，我即个看好跳啊！小凤，你是讲啥？我会叫明明甲你讲，半年前我爸爸资金坑内面，效益袂歹。就算今嘛，阮黑熊食苦也，啊，不过咱酒馆资金无够，我甚时叫伊把六百亿放在 AAP 基金内面啊？恁两个到底是在讲啥啦？家峰啊，我叫你把迄六百亿借出来资金还我呀，啊，今嘛到底在谁的手来啊？我就听伊的意见啊，我钱全部拢入去啊。